炸团的物件，我超过700项啦。我的鸡块啊，互你外口买袂着，因为这我家己订做的。啊，我的鸡块含人差一块，差伫韩路哩。我的韩路哩80%，我选台湾干事有一间公司尔，无第二间啊。我是我麦当劳，啊无人我大爷过我一支啊，韩路哩80%。你去大卖场去买看卖，啊买过来食看卖，看物件有差无？一包香蕉至少有250，你要五加你要偌济？来，咱的鸡块不是你炒肥的吼，我讲互恁听。箱仔摕一口起来。咱来讲啊，我的鸡块拢偌好食，拢免带，恁帮我鉴定看好食歹食吼。来，我若敢做家己的品牌，我就唔惊恁甲我闹贵。斤两三四五七个人计，这两包免500，免400，食我韩路你80%食看卖，150了。来150块上面吃鸡块85块，含肉率88%的鸡块85块。你没啊？吃了你就知影，一包卖你金狗啊尔。两个三个，85块尔。最后三个105要吃无？还好我一个，答应。谢谢。哦，你今日第三个来偷嘴啊嘞？无啊。伊今日第三个来偷柠檬吃小腿啊嘞？后礼拜我先甲你起来，后礼拜。黑料虾饼上面吃啊！来，我这边啊！我刚才阿伯大姐一个卡电话来，我要10包给你，10包，阿拢无，剩你10包。你若要吃黑料虾饼的上面啊？来，这汤就就一只2包我就好啊，卖阁介绍，这一包拢2袋。这内底有泰式酸辣酱，1袋120，2袋也是，1包阁送你，1包阁3包6袋，唔免300，卖你2包，啊新加钱我阁加1包，200块咯。来，黑料虾饼上面，最后一个2包上面啊，200块，黑料虾饼。最后一个100块上面全部无啊，剩这2包100块。这2包100块上面吃 A 量虾饼啊。过年前一天卖10箱啊，啊即马这2包100块上面啊，一包这2包上面啊，100一箱。来，恁现场的人家这世人，你毋捌食过海龟子的手艺了？毋捌食过海龟子的咯？你卖一包，那边我卖伊只鸭肉。你鸡块不是无啊吗？来，来，你现场我伫我这档买过鸭肉丸的手艺个，好食无？好食无？来，这落不好意思，我的包我的鸭肉丸不是你臭肥的，应该若买一届，应该你外口也食袂下吼。啊，你食看嘛，看我敢有臭肥。你吃看嘛，300、500免，你拢卖买者，你拢买到试食就好。来100块上面吃鸭肉，吃看嘛，我鸭肉 Q 搁带脆搁带香啊，一包上面吃鸭肉，一包够要吃啊，搁两个人加100块，鸭肉讲完，100块要吃嘛，100，来一包，包五分拢卖多少？咱一挂查甫人哦，你要分包包五分啦，咱一挂查甫人哦，加加减减。下班无聊，招朋友来海山拿，食些物件，三零片拢会。好，来这，你若要去海山拿，炒海龟子拢知影一盘，世界盘炒起来200米，你个收，迄有壳的，我这无壳的，我这无壳的。这炒条带切带甜啊，一包炒几啊五加几啊五啊多。我甲你讲，你要食海龟子包要创高啊，你千万唔好给钱出来，这无一粒壳可以创哦。这两包讲500卖400，无够俗，新加钱开2包上面吃海瓜子咯。几包干千万，这尤其作者阿送来我这，这真侪阿送来我这买这东西创嘛，煮海参糜，吼，有够甜的哦。来啊，迄个200搁几个要买？我收2个。是啊，你收几个？哦，这2包买200，这2包头家无卖单扯你，4包肯定要吃些，开2包落来200块，这免考虑啊，这2包200，这2包送你啦。来200搁2个上面吃海瓜子咯。有人要吃海龟子的哦，200块。头前过来，1包搁送你啦，超欢喜啦。搁2个上面吃海龟子200块，搁2个上面吃200。来，你无买人给你搞试一下看嘛，开100落来100块啦。来，无买买100块试吃，100块上面吃。吃看嘛，真正甜，真正脆啦。逐工你买，你免烦恼啦。100块搁送来上面啦。最后2个100上面吃啦，你起来就是要处理，无人搁留这4包啊。我那一粒包，这一粒包你要包住卖光，不要赶了。最后这2包上面等于煮糜的，等于用炒。好啊，好啊，这边好啊。无啊，你等于那个炒一挂蒜头、葱啊、辣椒哦，好，要求有够低啊。你可能要吃什么？你要讲哦。你要点啥？不拉鱼啊？不拉鱼要吃卖300几啊？我来吃，买一份新加钱开2包，200块，200块好了。
这本来咱无配备，你讲前两空间煮嘛，固着咱的骨头，生一个骨髓，安尼你就过得啦。出来你免介绍，卖三百卖二啊，我再搁送你，再搁你，来200块哩，这水互你煮过来冻啊，干那真侪拢你就过得啦。来200块要食乌拉的无？200块。200块要食乌拉鱼的无？200块，搁招一个人。哎，有鱼有鱼啊，是啊，有鱼。啊？这乌拉鱼啊？乌拉鱼。骨头的，你骨头好无？骨头好，你爱买爱顾；骨头无好，你更加爱买。安那？加啊！啊，这就加啊！哎，加啊！啊，唔加就我这加啊，无过你，你甲收200，伊无话搁讲啊，你无话搁讲啊，你要买啥？阿妹啊！200够要爱无？有啊！是，感谢恁的支持。来，啊，我下只，来过来，你想要食啥物，再我讲。还是我家己来，我包鱼去，敢无？哦，三百一元，三百一元，帝王蟹要放起去啊！帝王蟹要放，这人讲小朋友就最爱，爱煮无，唔免退冰咱就会当食啊！这我是安排先，台下给坐起。这家族人开了唔免开，干那靠你这两支镜头就会当食啊！这当个退冰，照一个开嘴的，透开啊就会当食，腰水好吃。这有啥物做，恁知无？只有刷鱼青在做，后壁拢有死啊！你唔好去买迄金蝉，迄种迄金蝉，干呐臭皮你袂食，臭臊皮包你要食。咱这袂臭臊，咱只有刷鱼青在做诶，卖500、400、300煞要食。我2条，我3条、4条、5条、6条、7条、8条，这2条送你到10条，卖500、400、300煞要食300。今仔日新价钱诶，我来讲。这5条互我送，买300，这5条搁送你15条，卖经过考虑大卖价啦，300就好啦。来300煞要食300块，这大人囡仔拢爱食。300块要食帝王蟹，要放嘛300。我来讲，恁这人家无买，人家你可能唔知这啥物碗糕。你总要食看嘛，这也免煮，你试食看嘛，100落。来，你唔好买贵，买100块总要试食，一条鱼站尔。来收。来，加两块菜，后边台啊。你有两要食鲍鱼无？这鲍鱼，这同款退冰两支青刀透味，倒伫恁家上水的迄个盘，硬硬落当食，干来 Q 干来甜啊咧尔。一个行情鱼啊，卖两粒5啊6。要食鲍鱼，卖500，卖400，先给钱，派300，上面吃鲍鱼。有人要食鲍鱼的无？300块咯。300个人要食鲍鱼的，300块。招一个客钱，敢会涨300？300就。收钱。今仔甲我买300的人客，这条食我的，这条搁我送，唔免500、400、300，这条搁食我的，这条搁你，这条搁送你，这条搁你。全部四个人家退兵就当吃的，唔免500，等你一个。过年过啊，搁我送一粒，再搁你收起。全部吃，四个客在兵就兵也要吃了，唔免500、300，偌给我。等来，这条搁送你，真欢喜。最后搁招一个三个了。过年过啊，互恁加吃过，再搁送一300了，真欢喜啊。三个，真爽啊，兵个豆豆吃。这拢我认啊，300块要来无？来个毛病？300块要吃无？你起个鲑鱼吃包我哩，搁要吃迄个鲍鱼的无？再搁我哩啊，300了。最后一个龟蟹拢我哩200了，龟蟹啊，200块上面吃全部。来这样啊，好贵无？来，来无啊？龙虾啊，袂得吧？来。蛤蟆，蛤蟆，阿哥，完了拢好后尾过去啊！蛤蟆，阿完了做一个空的，啊你，啊这来，好啊，恁拢好啊，啊这来给我介绍一下，这两条啥物无？这几只鲑鱼上好食的部位啊，就是伊这块下巴，这当个只要用煎的用烘的拢做好食，基本料你一地烘起来，你看下咧，无啥，一地烘起来鱼也白。我知影，我统一分，我统一分。啊，这你的头前我分了你。你要食鲑鱼下巴，唔免互你开一千块800，先加钱的来500给我了。有人要食鲑鱼下巴？来，你这炸几箱来？2箱。2箱哦。来，我招一个，唔惊我开500咯。有人唔惊我开500包鲑鱼下巴？这日本料理你行的啦，这种品质拢你交日本料理的。来500，人要吃无？500块。大家都这水拢点面的，500人加起，唔哦，500块。来，4个、8个，我只有10个人客啦，10个客人丢钱啦，你现场才嘛才10个啊，我只有10个客钱了嘛。只要你若加起500给我的人客，来，你听我讲，再搁送你，你客在真的，再搁你，这真的一地无油，我自行的。
真的一地无，我退钱啊！来啊，再过你，来先加钱，我爱国话再过十片，加体加一半，来啊，再过你啊，超爽啊！再过来啊，再过你啊，来500上来一只500块，500上来一只鲑鱼下包500块。内行，迄、那个外行的哦，外行的食鲑鱼吧，内行的食48食八包。我全部招只24、6、8个，十个人加，唔免1000，唔免八。来，我来讲。今仔日哦，当我过年过，第一天开工。啊，感谢恁的支持，互恁加加一点嘛，再过送恁，再过恁，全部交的加钱，上先加钱的300元，来300元，好，300元。来，掏钱啊！收钱，300元啊，300元。300元。等下，我来讲啊。等下啊！今仔日真正要来。3元啊！系啊。4元啊！今仔日要发欢喜点啊！再送你啊！来啊，这地瓜大地瓜，你吃啊！来啊，真的啦，一箱拢10元啦。5元啊！无要少做侪，8元啊！最后一个，保证啊，你摆无遮侪啊你。300加钱，300元。这对300你要提咩？啊？这样我一个上面来300块，这个还没一箱啊。用两边水当干的，好屁的。大哥，你今天都出来了。来，开钱的。我等下走，你先行先听，我等下走。来，提钱的。300个，还唔得嘞哦。好，最后这300块，上面一个无啊，先这个。